这位中国的女士现在在乌克兰巴里乌波尔破败的歌剧院唱《卡秋莎》，俄罗斯的歌《卡秋莎》。他有没有知道这个破败歌剧院的历史？有没有知道去年2022年在那边俄罗斯炸死了多少个人？被俄罗斯炸死600多个人，孩子、老人、大人都有。他现在站在那边唱俄罗斯卡秋莎的歌，明显表达给我们他选择了凶手国家那边的，没有换那边的。